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身边的这台扫拖一体机器人 d r e a m y Bot L20 Ultra。这一台扫地机器人呢，是我在2023年12月的时候购买的，当时可是花了我一万两千九百九十九刀。啊，现在呢，它只要七百九十九刀，整整价格便宜了百分之四十，我的钱包真的是很痛。 那我这台是十二月二十七号下的单，它有美国官网可以直接卖到美国，一月二号就收到了，所以它整个的发货速度还是很快的。我当时呢是用了圣诞的优惠，大概是两百刀。后来我发现到元旦了之后，它还有额外一百刀的优惠，所以我也就找了客服来进行 price match。price match 的整个过程呢，前前后后我跟他邮件沟通了大概十天左右，不过最后好在还是 price match 成功了。 我这一台机器呢是没有上下水的，也就是需要手动的去清水和更换污水箱。那在聊使用感受之前呢，我先来介绍我们家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家这一层呢，大概是一百二十平，大部分是地板，也有少部分的地毯，所以呢就产生了对扫拖一体机器人的需求。我们家呢还有一只宠物，是一只短毛猫。 那当时我为什么会选择追觅呢？其实主要的出发点是支持国货。我其实当时最想买的是云鲸，但是在二零二三年年底的时候，没有非常可靠的渠道能够买到云鲸。现在我是看 Costco 上有云鲸、石头、Roborock，还有科沃斯、e c o v a x s 啊，二零二三年年底的时候，我是在石头、科沃斯和追觅当中选择了追觅。主要的原因有大概三点。 首先呢，对比于石头和科沃斯来说，追觅的价钱还是比较亲民一些，性价比稍微高一点。其次呢，我看了很多的测评博主的视频，也发现其实科沃斯、石头和追觅三者相似的型号在使用效果上差不多。而第三点呢，就是我选择追觅是因为它有一个机械臂外伸的功能，这样子的话呢，据说是可以。 降低卫生死角，然后提升清洁效率。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选择了在北美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型号，就是这一台 L20 Ultra。那接下来我来聊一聊整体使用下来的使用感受。首先，我想说，对于一台当时购买是一千二百九十九这个价位的机器来说，如果它的机操再出现什么问题，那就真的是难以接受。 我用这台机器呢，主要是进行日常的一个清洁，大概一周一次。那它呢，对于地图建图还有避障这些功能，那都是很过关的，很少出现会卡顿的情况。然后清扫效果呢，我也是比较满意的。对于我来说，我是对卫生要求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人。如果对卫生要求比较高的话，可能你需要再考虑考虑。它去吸地毯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地毯湿哒哒的情况。 在我购买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测评博主会发一些，比如说地上有干酱油，或者是很多瓜子这么一种模拟的实验。其实对于日常家用来说，这种情形还是相对的比较少的，所以可能单去看一些测评数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我家的120平这么一个情况来说呢？ 它的电池电量很难去支撑它一次性扫完整个区域，大部分情况下它是需要回来进行补充电，然后再去进行断点续扫，也就是把剩下的区域去打扫干净。整个过程下来可能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由于这一款是没有上下水功能的，对于我家一百二十平左右的面积来说，清扫一次到两次需要去换一次水。 放的离水槽近一点的话，其实换水这个过程还是蛮方便的。呃，它配套的清洁液到现在我用下来，应该能够能达到一年的寿命。有一个亮点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有摄像头功能，在我们出去旅游大概有天到一周不在家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这个摄像头来和我家的猫咪进行互动，这一点还是挺人性化的。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吐槽环节了。首先，我觉得这一台机子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机身比较厚，像一些柜子底下的区域它就进不到，所以这里面的卫生死角还是需要你进行手动的打扫。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扫边的功能其实比较鸡肋，虽然你看到它有一个。 机械臂伸出来，但是在这种柜子的踢脚线的部位还是很难打扫干净。像我的话呢，也是要定期来擦一擦这个柜子下面，来清理积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卡头发的问题，因为这一款它的滚刷是不带切割头发功能的，所以它还是会有头发缠绕在这个滚刷的两端。有一次是因为这个头发缠得过多了，所以导致整个机子都无法移动。所以定期的话还是要清理一下滚刷的两侧，来确保使用的正常。 最后一点呢，我们家这个一百二十平左右的面积呢，是它的电池电量没有办法一次性扫完，那这个时候全屋的清扫就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我通常使用它就是进行全屋的清扫，或者是指定房间进行清扫。对于化区清洁这个功能来说，其实我用的很少。但是就在我刚刚拍视频之前呢，就在收拾厨房的时候不小心洒了一些酱油，那我就使用了它的化区清洁功能。 这个清洁效果呢，其实我可能只能给六十到七十分，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它清扫之后，地面上还是会有一些酱油，它没有完全的吸干净，而且它前面有一个旋转的刷头，也是会在酱油上去扫动，所以给人的观感并不是十分的舒服。我也剪辑了一个它清扫的片段放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看。最后呢，我想说，其实像现在这一台 L20 Ultra 的话。 它只需要七百九十九的价格，对比我在不到一年前花了一千二百九十九来说，其实现在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我知道追觅或者是其他牌子也有出一些新款，不过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下，七百九十九的 L 二零 Ultra 其实可以达到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清洁状态。那像在二零二三年去进行选购的时候呢，其实会发现六七百刀的价位很难买到一个扫拖功能都比较完善的机器人。 就像最新的 X 三零或者 X 四零来说，我猜测相较于 L 二零，其实它可能很难达到质上的飞跃。这也是现在扫拖机器人厂商不断内卷、不断研发来给消费者带来的真实福利。那最后你选择哪一款产品，也是要由你个人的钱包决定啦。那我今天关于扫拖机器人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跟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